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今天呢是继续给我们的小朋友呢带来一款来自于我们的 Hot Wheels 风火轮儿童车模系列的车模小汽车套装。这个套装呢可以作为礼物送给我们这种车模迷的一个小朋友，它是一个五只小汽车的一个套装，在里面呢是有五个各个不同的来自于我们风火轮系列的小汽车、赛车，或者是这个黄色的，应该是我们小朋友上学的学校的校车。这期呢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拆箱的展示，然后它呢是适合于我们3岁以上的小朋友。在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去玩我们这个小汽车，因为它有可能存在我们小朋友不小心把它吞掉误食的一个危险。那么我们就现在开始拆箱吧。然后呢，我们现在是想要把我们的小车呢摆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一个小介绍。等会儿呢，我们是要把它摆在我们的一个赛道上，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比赛，进行一个展示。这里呢是一个我们偏向于运动款的商务车。这里呢是一个我们绿色的小跑车。然后这里是我们一个黑色的警察跑车。这里呢又是一个我们带着小火炮小火苗的那么一个贴纸的红色大红色的小跑车。非常的炫酷。上面呢写着一个 Fire Chief。 然后呢，现在我们是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赛道上，同时给大家展示一下来自于我们的 Hot Wheels 风火轮的一个儿童车模赛道。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是我们今天想给你带来的一个关于我们的 Hot Wheels 风火轮儿童车模系的一个小视频，希望你能够喜欢，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或者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你的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